哎，抓到一只野生小马。Hello、嗯、Hello， 大家都藏到哪里去了呀？啊，在练习室呢，走吧。Yo，Hey，Yo，Yo，马哥，Yo，Yo， 这不是马哥吗？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张哥，两分钟之前吗？来，三二一，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时代少年团。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马佳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丁成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宋亚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刘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张真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严浩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时代少年团贺俊霖。在过去的这个暑假，这个夏天里，你们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呢？依次跟我们分享一下吧。肯定是奥运会。对，奥运会是的，是的，必须的。确实，这个有好多奥运健儿们，真的非常的努力，没错，非常的棒。我们还在家举行家运会。对啊，我们在家也举行了我们的奥运会，乒乓家运会，乒乓奥运会，乒乓奥运会，天天支持乒乓球。所以你们每一个人自己看的最多的一项赛事是乒乓球，乒乓球，乒乓球，真是。我们在上舞蹈课的间隙还在看乒乓球，是的，应该是女团决赛的时候，对，田径也是，田径是，哦，跳水。啊，跳水！我跳水真的强，真的很激动，还有气枪。所以听起来其实看了很多，是，对对对，一直在看。那各自有没有自己非常喜欢或者印象让你很深刻的一位奥运健儿呢？孟姐姐，马龙哥哥，许昕哥哥。吕小军老师，韩振东老师吧。洪尚，苏炳添，苏炳添老师是我的偶像，对，确实强。寄予一句话的话，你会说什么？注意安全，对，保护好身体。假如说接下来有机会可以跟奥运健儿有一个同台比赛玩的机会，你们有勇气去挑战吗？必须的，必须有，必须的，给他们见识一下时代峰峻乒乓球的实力。结果发现换谁上都行，反正就是打过来捡球，打过来捡球。就是大家有没有自己印象最深的一场比赛？比赛哦，对。男子双打那天我们看那个男团也看了，男团双打，我们男团女团的时候，我们几个都在看那个乒乓球，对，看到那个赛点，对，很激动了。还有最后跑步的，嗯，对，决赛，我记得还是刚下课的时候，对，确实印象挺深刻的，确实挺对。那接下来我们也为少年们带来了一些小挑战，来获取大家的力量信息。好。最后有一些问题，然后这些问题呢，你们两个抢答，然后答错的一方或者答慢，就要敲掉三块。然后这个企鹅最后倒在谁的手里了，就要现场做十个俯卧撑。哇哦！天哪！大家在团队内谁认为自己是记忆力最好的担当？我呀，我呀，我呀，肯定是自己啊！三天肯定不是，对，肯定是我呀，我就是。那大家推举亚轩就是想玩，参加首轮的比拼吧。刘文、尚轩，好，刘文、尚轩吧，好，可以。问题一：时代少年团出道日的后一天，刘文多少岁？再念一遍，没听清明白。你出道日的后一天，刘文多少岁？那不很简单。出道日还是？我已经知道了。出道日，我也知道。出道日，15岁。不对，是否确定？等我一下，三，数字加起来等于十四，我先说了，我十二岁，你没有说，要举手，十四，好，我们重新规定一下，这个答，举手，举手，举手，十四，举手，答，错了就可敢敲吧，你敲三个，来，我指定你敲这三个，不行，我指定你敲，啊，指定敲，随便敲，随便敲，那你就敲这个吧，好，第二个问题。请说出至少一个孙亚轩 cos 过的动物。大壁虎，肯定有鱼。大壁虎，我自己怎么想不起来？好，我都替你想起来。
这道题我不会做，不会做，太难了。哎，用点力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三，要么拔下来吧。企鹅会冷的。好，第三个问题，怕啥子怕？下一句是胆子大。哎，你没举手。哎，你没举手。啊！三个，要是上学赢了怎么办、啊？来抄这几个。总感觉这个游戏他会赢。不可能，你当我要反胜。我说了，我赢就是我赢。这个游戏到后面才难。第四个问题，张亚轩给自己的小鹅起的名字是亚轩。亚轩就是我。不是。没有，其实是亚文先举手，他先举的手。是亚轩，是亚轩。对对对对，我们那天才讨论的这个问题，昨天讨论的。完了，还有一颗，完了，好巧啊，真的。完了，要走。第五个这个问题有点意思哈，刘耀文最看不惯的是哪一种人？为什么？社会上那些玩儿。哎，可以。为什么？我看不来你们都社会上的娃儿，嚼得很，嚼得很，喂，嚼得很，嚼得很，挑吧，来，你为什么一直不答题啊？你为什么不答题啊？他故意的向我赢，我不是这么答题，我不知道答什么。好，好了，三个，接下来这个最后一个问题，好。啊，最后一个问题，那我有可能我输啊，分量较重，好吧，改成六个。好，请说出至少两个孙亚轩的昵称。亚轩，小宋。哎，可以，你怎么这么慢呀、啊？啊，你就自己说，宋宋亚亚轩轩，对呀、啊，不都可以吗？你说你妈妈叫的，一个，这不可能，戏剧般的结局要出来个五个六个了，五个六个，等一下，没有问题了。好，比赛很焦灼，现在我们临时增加一个题目，好吧？感觉这一个题目也差不多。我感觉这差不多一个就完了。对，一个没有，还能，我觉得还能撑呀。那就两个，还能三个。我看一下，哦，好，盲猜现在几点了？猜的最近的那个。啊，我三点半，三点四十，三点四十五，好，三点四十七，好，确定了吗？确定答案吗？敲吧。现在3:54，哦，一个两个牛啊，一个，这还了，这还敲了就垮了，一个吗？还能敲，帮你敲，敲一个，今天就，哇、哦，这边还有，这边，他的力是这样的，对，真的要恼了，哦，三个，还要再增加一个问题哈，再增加一个问题，然后一次没敲过，这个吧，这个基本上就没了，敲不了了，这敲不了了，对吧？决胜局，1 hour later，哎，你好。朱雀的发歌日期是今天几号？7月，今天21。什么日期？今天28，月。7月。8月16，我忘猜。7月20几？哦，我知道了。8月12。8月12。8月12嘛。我先说。8月。我也举手了啊。8月3号。8月3号。是吗？没有这么早吧？7月20几，我正在记得是。7月8号。7月31。7月8月1。8月5号。8月5号。8月2号。8月5号。好，这边是8月5号，这边8月2号，不懂吗？我们也猜一个，8月6号，2号，7月31号，7月29，8月5号，看谁最接近。7月20几号，我觉得就是8月2号，8月2号，敲还可以敲。敲还可以敲，我不是我，他跟他了，他对了，往哪敲啊？还能等一下，他不是在这儿的吗？没有，他移了，他移。啊，谁敲？是没敲过这个吧？谁敲谁就倒。这个啊，好。现场因为这个道具出现了，反正谁敲谁挂了。石头剪刀布，好，石头剪刀，一局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布。
来吧，亚轩，亚轩，十个俯卧撑，镜头面前的十个俯卧撑。好好好，完美，来来来，下一个。两人进行迷你乒乓球赛，游戏一共分为三轮，每轮先拿到七分，每个人有七颗的机会，三局两胜，输的一方现场跳一段土味舞蹈。好了吧，哇、OK, 来吧来吧来吧，张哥，张哥，张哥，赫吧赫吧，张哥，行 OK, 行好，行行行，来吧来吧，我干嘛呀？干嘛呀？来吧，开始吧。使出你的独门绝技。这个、来啊，哥这边没有方法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很激烈啊！一，哎呀，一平。张哥率先拿了一分。张哥率先拿了一分。哎，一平平。哎，好焦灼、哎，非常焦灼的气氛。哇、哎啊！张哥想了，还想杀我，还想张哥想杀球，但是可惜没有杀。哎，张哥连下连输两层。哦，好啦好啦，好啦好啦。张哥四二，张哥招招毙啊！不是这个角度，等一下，我让你。张哥招招致命。四二了，五二了，六二，完了完了。八赛点，八球，八球，赛点，你不可能会能发掉这种球的。哦，一比零，张哥率先输掉一比零啊。那么快吗？张哥没事，调整战术，三局两胜、啊。哎呀，哎呀，糟了，有点不行了呀。张哥想发力，一零，打了一个炫的，哎，没拉起来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接着是这个游戏也太快了吧！吹了吹球，吹了吹球，吹了吹球，犯规。今年不吹球。摸台吹球犯规，罚一分。三一三一三一。张哥很猛啊！张哥太激进了，太激进了！很帅呀、啊，张哥三二，好猛啊！哎，三二是三二还是？惩罚惩罚，张哥发网，三一的时候其实就该换发，没刚才没换发。哎，三拉远四二四二四二，哇哇！五二，这就上了，五二上了，杀到了，杀到了，擦网然后杀，杀到了，杀到了。三三，哦，哎，不行不行，这个哦，六三六三六三，拿回一局啊，六四六四六四，赛点赛点，哇，太激动了，太激动了，小伙你要没了，小伙六五，三局两胜吗？对，三五六零，哎，那是到八还是到七？到八到八到八，八六到八，八六到八。啊！七六七六 ，nice！ 七六七六，哇！一比零，最后一局。不紧张，你觉不紧张？他发他发他发，这个比平常打那个大了都紧张。三个扣一零，现在是。哦，二零，这个极限啊，这个极限，极限了，极限了，没办法。二零，刚刚发球，打罐头，罐头，罐头，四零，罐头了，太激动了，他白边的吧？他行，我今天刚查，真的吗？算吗？白边算了，五比零。对不起了，哥哥，好吧。中国队的规矩，得让一颗，得让一颗。哎，这可没算你让的了，五一，五一，五一。算你让了一颗啊！反打，反打，反打，能不能打回来？发球失误，六一，六比一了。哥哥最后一局，七一。张哥，节日快乐！节日快乐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是要握个手，握个手。裁判，裁判失意，不然要扣分的。对，好。发球失误啊！哎，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还是丁哥懂。规矩，规矩，丁哥懂，丁哥懂。规矩，规矩，感谢。张哥很强，张哥很强。跳舞吧，跳舞，土味，来吧，太激进了，开始跳舞吧，跳舞了，跳舞，土味，土味，土味舞，土味舞蹈，很油的那个。在一起就梦，分开了就痛。
张哥成名作。我盛开了，我盛开了沉默。张哥真跳这个、啊。很感动，随便吧。这次错过也只是怕错过。还是要可以陪你跳，真的吗？张哥不需要音乐，他自带。来吧，张哥会自己唱。来吧，来吧，来这个地方。我也突然上场。冲动，就算这次做错，也只是怕错过。在一起沉默，分开了就痛。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路？好，张哥高质量尤物，完美。好，规则就是三个人的脸上带着只有一个孔的生日帽进行高尔夫决赛，每个人有七颗的机会。进球最多的一方为赢家，另外两位输家一起接受惩罚。OK， 好的，好的。人家先推举一下吧，那是我金哥马哥没上。好，这三个都拿着东西了。Go。等谁先拿？好恐怖！谁先拿？我要黄色吧，我想要这个。小时候有没有那个？这个小时候左眼看，马哥，右眼看。来吧，看他们，看他们，我们在干嘛？我要看这个球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不、哦，打高尔夫都不能说话的。来来来，打打打，漂亮！这个球差点就进了。为什么那么好笑？在找球吗？这边这边在干嘛呀、啊、张哥这边对啊，找到了，肯定是错了。歪了翻转一下，往右边转一点，翻转，不，你的右边，你的右边，对对对，好，打哪个？偏了偏了，按自己的喜好打吧。很厉害，进了。下一个，没有一次打七颗吗？只是，给我拿一颗球、啊，拿个黄的，黄的，撞走，完美。对，好精彩。对对对对，哎，就是反了反了，杆反了，反了反了，杆都拿错了。OK， 对对对，打翻转一下，往右边转一点，杆反了，反了反了，杆都拿错了。OK， 对对对对。我怎么感觉他这个脚步是打我脸上的脚步？不会不会，等一下，只要丁哥不要太用力，其实就不会飞起来。按自己的喜好打就行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完美回到你的球堆，完美回到你的球堆，球堆，成功归位，好吧？看来丁哥有点思乡啊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来啊！放好你的球，球在哪儿啊？在，在我脚边，我刚碰到我脚了。红色，对，哦，我看到他了，对，哦，好，别挑起来，是这样。挑起来我直接打你头顶上。那挥杆好像这是谁？回家，他也回家，他也回家，歪得离谱。回家，该我了是吧？回家，完美回家。太难了这个。马哥也要回家吗？马哥这个回家刚好，马哥要去别人家。对啊，马哥刚好路过，马哥按照回家路线来啊。马哥要去别人家，直接一杆就打，就往前面打就行了。Go， 走你，接打接打，磨磨唧唧的，就是打啪。哦哦哦哦哦，回家了，他也回家了，开心点。我也回个家。哎，红的哪一个？马哥拿个红的，好像草莓啊。想吃吗？那这个是，来给你吃个草莓。来吃。这不像山楂吗？这不像那个，是山楂球，冻的山楂那个。那个时候我可以计算好草的。哦，有了，哦，回家了，差点点，有一点点重，差一丢。马哥打了三个，马哥现在是第三个，马哥现在是第三个。马哥要回家吗？打不，根本打不进去的。
马哥要回家还是做一个游子？哎，马哥拿出球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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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他球怎么变？马哥回家了吗？马哥怎么变了？说。有了！哇！哦！有了！哇！哦！有了！哇！哦！好了，今天最后一个进球的马哥强。就放里面就行。啊，没事，放里面一会儿会那个。放粉的放里面就好。那就那是。哎，哇，差一点！我觉得是马哥的球挡了他。其实应该把球拿走。这，要不然把球拿走。哦，看到了。好的，最后一球了。眨眼睛。哇！可以，来吧！恭喜马哥赢了！恭喜马哥赢了！厉害厉害厉害！不愧是马哥呀，我就说嘛，是最后一个射中的。强啊，马哥！3、2、1，走。睫毛弯弯，眼睛眨眨，话说到嘴边怎么会转弯？你的微笑像云弯弯，气氛好浪漫，需要你陪伴。睫毛弯弯，眼睛眨眨，奇妙的世界变得好好玩。来呀，晚风吹吹什么？吹一见钟情的人。OK， 好，然后恭喜今天获胜的三位，谁来着？你，好，我，马哥明知故问，然后最后再给大家带来一个小福利，我们的傻瓜，傻瓜，我是一个傻瓜，中了你奇怪的魔法，每天在你身边犯傻，等待有一天你给我回答，叫我你的傻瓜，拜拜，哔哩哔哩，干杯。